这真是玩的火影啊，精神状态那是一天不如一天。哎呀，我不能接受。众所周知，火影让人最头疼的地方，那还得是排位赛，难度可以说是炼狱级别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虽然这把游戏我赢了，但才给我加了五分，赢了可以加五分，是不是以为输了也差不多四五分？也是大错特错，掉了24分，血量飙升了。如此艰难的上分环境，普通玩家的梦想那就是火影最高段位超赢2400，但这仍然不是极限，到达超赢之后依然可以打得更高的分，此时就有新的目标，代表游戏技术顶尖段位超赢3000分。然后我突发奇想，发消息约我哥们儿一起挑战3000分。娱乐主播怎么了？咱们可以又搞笑又有技术，当一个搞技主播、啊、于是挑战开始了，给你们看当日直播现场，是不是你的精神都有梦亮了？兄弟们，打半天了，我真虚了呀！我真怕我死你们手机里，打一把加3分4分，输一把掉20-30分，终于到渡结局了，3000分，冲！哇，调整呼吸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对面超影帝278名，估计大概2900分左右啊。来，成败暂时一局，这把我少说一点话，我要认真一点，认真模式启动。开局直接一来袭，哇，反应这么快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大胆，我反应慢啊！他手上还有个秘卷啊，把他骗出来走位。顶内起手，顶内起手，后来的马铁他没技能，抓出来，帅！这就是一个18岁的纯情男高中的反应，哎，看懂没 ？A 他，一二三，反向 A。A 一下炸开标，拉开距离，收回，来，反应，炸标，哎呦被笑一波，没事啊，秒踢抓后摇，一二三反向 A， 螺旋起手，他接任好了，炸标，你耐心，小心点，最后几秒不要被笑好了啊，和他拉开距离走位躲一下，反应快，顶一下。这个熊猫不能贪了，再贪了要被打回来了，你们是不是太低了？拿下了啊，拿下了，兄弟们，先把他带出场了，拿下第一局。打薪水啊，我太懂薪水了，我太会打了，真的。打薪水开局一定要后撤，然后不要和他进攻啊，他用螺旋和神速，咱们直接用上来反应他，知道吧？开局一定要后撤啊，不要进攻。哎，骗你的，突然袭击，不要和他进攻啊。对面提前不要回去啊，让他猜，你来紧密着的。反应这么快，没事，这波不用替，他不敢连。再反应一下，接平 A。哎，这就是18岁男高中生的反应。A 不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螺旋完，哎，被抓后摇了，没事。我替身下来，眼神骗同龄，你不教我教，对吧？替下来先不要直接进攻啊，先骗同龄。A 他。主播，你可以反应贝壳吗？主播可以反应黑洞的呀，真的。一二三四，炸个标，秒替，骗神速，怎么说？散，哎哎哎，哎我散没出来，哎呦好难受啊，主播，你确定你要这样 A？ 你这样要保护了呀？你看，我说了，散一下 ，A 一下，炸标，骗你卷。哎、被打断了，停下来，看老六，哎，我有阔鱼，这阔鱼就是门师傅的噩梦啊，我一个阔鱼他要花半辈子，你看你长得真的OK， 第二个水门斩，哇，家人们好紧张，我不会穿三了吧，呼，走位躲一下技能，你来信，不要回去啊，不要回去，和他博弈一下，你来信，腻了，哇，反应真的快，回收 ，A 他，一二三四，好多，替身，一二三，平着抓好摇 ，A 一下，砸标拉距离，你来信，腻了，再飞回来，再飞回去，怎么说？我再走，我又回来了，你能反应贝壳吗？啊，老弟，你能反应贝壳？哎，他没动了呀，兄弟们！哎，拿下了呀！不要送我，千万不要送我，这时候千万不要送我！哇，打了半天，终于拿下了！啊，太大气了！爽！看多少分？看多少分？哇，极限了，已经！哎，说实话也没那么难呐，真的，讲真的啊，咱们看一下老杨，老杨那边什么战况？
哎呀，一进来就看到老爷没报答，压力这么大吗，老爷？啊？哎，对面为啥不动了呀？不是，这人眼看就要赢了，为啥不动了呀？送分是吧？叶夫，啊，18分，他啥也没干就得了18分。哦，对面在干了，哎，估计是上把送他一把，然后这把打回来是吧？啊，希望是这样啊。哦，对面加油啊！给老爷分吃了，18分。不是，又送一把是吧？连送2把是吧？不是，我想问凭啥？我打一把加2分加3分，浴血奋战，他在这里啥也不用干。哎呀，20分，老爷白得了，38分，我吐了。哎呦。渡劫！哎，他渡劫了。渡劫局希望来高手啊，肯定是高手。啊，求求啊，渡劫局来个高手，把老爷打爆！求了。OK， 玩无的，众所周知啊，玩无的都是高手啊，好吧。对面这个无啊，我看好你啊，打爆老爷！哎呦，我是他妈兄弟！又是送分的，又是连续排到2把送分的，不是哥们，来再给你打一把。家人们谁懂啊？真的是无语死了，下头难。不是超影三千分很难吗？我甚至4连胜上来的，感觉很轻松啊，我汗都没出一滴。